大家好，我是点点，来一首历史课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喜欢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DJ Bo Zai Winmans. 哦，再来一遍。心穿过中原到大漠，咱们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李默，历史舞台大人物，吕布为他着了魔，勾结王允杀董卓，杀完董卓通袁术，那么胯下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斩将已无数，这三英无法挡他路，要问三英哪几位，这关羽张飞和刘备，三人称兄又道弟，这么铸就桃园三结义，刘备又叫刘玄德，那么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扶坐，这三顾茅庐请诸葛，讲完三国讲水浒，这山东梁山雷战鼓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那么拼命要为民做主，梁三圣将是大王，女人称叫以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，这武术不是他擅长，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熊者，那么愿为兄弟把命舍，梁山好汉战发辣，这敌众我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白发，这他们美名传天下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那么前浪拍在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们外唱，入银楼公孙胜买手机架，是杨志，那么顿顿燕窝和鱼翅，花和尚鲁智深走南闯北开大奔，火阎罗阮小七，那么成天成宿打飞机，小旋风是柴进，这坐着地铁玩微信，这个屌丝真给劲儿，那么青白虎身上硬，独火星是火亮，那么爱吃大葱蘸大酱，矮脚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蓝月精，伏天雕是李应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那么随时随地要他命，是火将魏定国，魏就先前眼全落，跳剑虎是陈达，那么总是毒品跳大麻，九尾龟唐僧棒，身前挺阔非常胖，